上个视频呢，我说我来山东呢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要做哈，今天呢就公布一下这个秘密。山东嘉祥这里呢是一个农业大县啊，这里呢养殖业是非常的发达。我来这里呢是受家里委托啊，我来这里是买猪的。首先呢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啊，我车上面呢有个标语，写着呢是养猪用啊。这个标语呢是一两年前我贴的，没想到呢这个梦想成真了。这个算缘分呢还是算预言呢？所以呢这个标语啊不能乱贴，要贴的话只能贴好的，像我一不小心啊就养猪了，对吧？这个如果我知道有这么一天啊，我应该贴更励志的标语，对吧？好，那不啰嗦了，那随着镜头呢去开启我在这里的买猪之旅。浙江的，浙江的。对，我找你了，不是刚才我停在那，你我停在那跟你说话，我都没问你干嘛，你都光录像了。是，我既养猪又拍自媒体。哦，原来这个开车的两位兄弟是这个家里有猪哈、啊，家里有猪跟家里有矿应该是同义词对吧？都是有钱的意思哈、啊。不是啊，不如家里有矿。哦，是在哪个镇啊？这个镇还是另外一个镇？就这个，咱们这个镇。哦，就在前面。是你朋友养还是你们家里养？这老板。哦，这位是佩奇老板啊，不能说猪老板。你多少粉丝啊？我加起来七八万，六七万吧。哦，不少。刚开始呢，打算买这个佩奇啊，就是过来做。播一下。对，就是以这个为题材啊，来这个做这个的。你们两个身高应该都很高啊，1.8米以上啊。没有，我差不多。那这位兄弟呢？1.8米多点。1.8米多点啊，都叫山东大汉，确实身高比我们南方平均要高一点。你自己开车来的啊？对，我开了一辆农场的车过来。我那个车上就写了养猪啊。就是在路上只要看到。你联系的谁来的？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地方有养猪的呢？我啊。这个东西，这个一打听就知道了。像我这种废话很多的，说哎哪里养猪啊？哎那里就可以了。像刚才我在那里吃，不是吃饭吗？对。吃饭，然后我说那老板，我说打听个事。你们兄弟。你自己开车就到这儿来了。我开车来这里不仅是为了这个抓这个佩奇的呢。我这个人属于那个懒洋洋型的，这个小猫钓鱼一样的，一边干什么一边又在干什么，这种啊，非常有想法。真的吗？从哪里看得出来？划拉的比较多一点。什么东西啊？方方面面都有啊。看来我适合在北方发展，我在南方被人骂死了。真的，我在我家里那边哦，这个周边的人都觉得我是无所事事。就是相当无聊的一个人。其实你忙的还怪多嘞，是吧？也忙着也忙的。其实你讲的都是实话。嗯。我非常忙的，我没周末，没假日，脑袋里都在这个工作。这个问题就是脑袋呢，工作人家看不到啊。人家看到就说你搬石头搬砖，他们觉得哦，这家伙很勤劳。你播的这个是哪个 YouTube？ 我是在那个 YouTube。啊。YouTube 有没有你会用啊？有没有用？中国用不了的，我都在国外用。刚才你怎么确定说我是不是那个？是怎么发现的？我一看你老板站着玩，老板眼神就是这样，老板站在那里什么？我看你在站着那里晃着玩，我说就是刚才我那个朋友给我说的，是他朋友吧？哦，然后谁知道过去一搭话，你在搞得都干嘛采访啊？我说本来就是说背着你去的，然后你过来都不像你，要不怎么我停下也没好意思说你那个是不是要去来。那也就是我这个人一看就是像养猪的料是吧？是不是？像我这种乱讲话的，在北方被揍的可能性应该挺大的吧？不会啊。我有很多网友提醒我，因为我拍视频都是这种。这个乱说话的，看到美女就说：“哎，你怎么可以这么漂亮？”都在那。你是拍的哪个平台啊 ？YouTube。哦。国外的平台。国外的。
我国内平台我做没兴趣不高，因为国内平台那个审核太多了，像我这种讲废话又喜欢讲黄段子的，那在国内呢基本上会被人身怎么说啊，被人肉搜索的，对吧？到了这个佩奇养殖的基地哈，藏香猪，黑的，这个是藏香猪啊，那个叫什么巴马香猪的，其实他们是不是同个品种？不是同个品种啊，他们生活习性吃的这个饮食习惯是不是一样？那是一样的。哦，肉质不一样，肉质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性格一样吗？大小不一样，会不会打架？性格差不多，性格差不多，不同品种之间会不会相互交配？可以交配，交配会不会生出来？可以，肯定可以啊。哦，那说明他们血缘还是很近的哦。这个成年猪会有多大？哦，不抽，谢谢。没错，成年猪会多大？最重大概到多少？这一种还是这一种？这个黑的。这种黑的。哎。这种黑的100多斤。100多斤啊！不要告诉我肚子这么大已经怀孕了。没有。还是吃肥了。它就这一个品种。哦，这品种肚子就这么大。对。哦，是这样。跟普通的那个大白猪不一样。我以为这么大就怀孕了，那岂不是早恋哈？对不对？这个有没有15斤吗？这个？像那种就15、16斤。15、16斤。哎，猪小是小，但是这个叫声还是很正宗的哈。肯定啊。这个看着，你看着它不动，全是肉。这个应该100斤没有。有。有啊。哦。好。这个小猪就佩奇就看到这里啊，我要聊事情了。看了半天的猪啊，发现这个镇啊，不仅有猪，还有牛羊，各种鸟类，还有狗啊什么的很多，还有那个叫什么草泥马哈，那个也有。草泥马那个学名叫什么？羊驼是吧？也有。现在农业都搞直播了，前面有个小姐姐在那里直播，这里还有个在那里做直播。这个镇的农业真的非常的发达，这个不叫农业哦，叫畜牧业是吧？非常的发达。它这里的主要产业就是，这个统称叫什么呢？这个叫家禽。这个叫畜生嘛，应该是这么讲啊。这个什么品种？它下面脖子下面挂了两个东西，这个什么羊？为什么那里有两个东西呢？这个羊很像那个比格犬。嘿，嗨。这里有个小姐姐在直播。现在农业都搞直播了，他有4个手机在播。有多少人看啊？多少人？就3个的。四个。他应该粉丝很多。嗯。他有没有1000、2000、几万人看？有哈。你哪个号人最多？都不多。最多的几个人看？100个人啊，那已经很多了。因为看这个的话，可能都是客户啊。对呀，想要羊的嘛。是，你们这个不一定要很多人来看啊，你这个客户要精准就行了哈。对，要看时间。你看，这都1:30了，马上就要，我们要下播了。你拍了几个小时了？我拍了。3个小时吧。三个小时啊，有多少个人过来看过？有一共吗？一共1000多个人吧。1000多人啊。嗯。那卖了几只羊？卖几只羊，但是都加微信了，我们还有私聊。哦，你这个是可以加微信的是吧？对呀。
直播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行业，虽然我现在还没做起来哈，但是我始终觉得直播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哦。养的品种真的很多，这个是白色的，各种各样的羊。这边是牛，什么牛？这是，哇，牛真的会看看人呢。牛的品种也很多的，这个什么牛？跟我那里的牛不太一样哎，我那里的水牛都是黑的，它这里是黄的。前面两位新疆的哥们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们是新疆过来的？哦，你是汉族还是维族？维族啊，但是你长得有点像汉族。哦，他就是维族。你们来这里买羊吗？哦，哎，新疆不是有羊吗？为什么来这里买？这里好地方嘛。啊？不是，我从外地过来买猪。哦呦，不能跟你说猪。这里还有迷你版的小宝马哈，难怪宝马推出那个迷你。这个是不是传说中的草泥马？是不是？对。它的学名叫那个哈，叫羊驼，是不是？会吐口水的，对吧？嗯。会不会吐我？没事。没事啊。你是中国人吗？我是中国人啊。那哪里长得不妥吗？这次过来呢，我大概会买20头那个藏香猪哈，给我爸妈养。好，今天的农业之旅呢就拍到这里。